哦，就是你要在锅平底锅搓来搓去，你就要用这个，不然你用汤匙就直接烂掉了。这是什么鸡啊？鸡汤粉哦，鸡汤粉，鸡汤，那这也大，有点大罐，看起来像鸡饲料。那你给鸡吃鸡鸡汤粉会怎么样？给太多，这样它就会自带鸡汤味。闻一下，应该有菜味。